小朋友，自然界有好多昆虫好朋友哦，你认识它吗？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动动脑吧。这个昆虫有美丽的翅膀，经常会在花间飞来飞去的。哦，原来是美丽的蝴蝶，答对了吗？这只昆虫屁股有一根刺，看到它要小心点哦。原来是蜜蜂，它生气的时候会用屁股上的刺刺人，要小心哦。这只昆虫的两只手像大大的镰刀，它是谁呢？哇，原来是神奇的大螳螂。小朋友答对了吗？认识不同的昆虫之后，准备好一起来玩好玩的游戏吧。